信用卡、支票，还有你的机票。这是我能在网上找到所有关于沈阳钢铁企业的资料，但是也并不完全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有渠道。要不还是陪你去吧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不用，你好好搞你的网络。我能进来吗？那我们先出去了，走，小苏，赵总。哎，不放心我呀？既然拦不住你。 我就不拦了呗，干点员工应该干的事儿。什么呀？你看看呀，我给你推荐了两家沈阳的钢铁厂，一家在铁西区，一家在沈河区。你们厂长的名片都在这儿。东北攻略。看出用心来了吧？还有这些钢铁厂的一些基本资料，还有数据，还有一些他们这些钢铁厂的情况。你别看我，看他。 最关键的是这个住宿攻略，这几个酒店都是环境又好又安全的，还有这个美食攻略，知道你爱吃，我把所有当地特色的餐厅都总结了一下，放心吃，绝对不会拉肚子。这是员工该干的事儿吗？所以啊，你多值啊！给我这么点工资，干双份工作。 电话。喂，吴总，什么事儿？小徐啊，老裘在我这儿呢，啊，还想跟你啊，单独见个面，认个错。啊，您跟他说不用了，继续说。